主料：面粉100克，辅料：玉米粉15克，胡萝卜一根，鸡蛋一个，油、盐、胡椒粉。准备食材：胡萝卜、鸡蛋、面粉和玉米粉。鸡蛋打入碗里，胡萝卜刨丝倒入碗里，加入适量盐、胡椒粉、清水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的面糊倒入热油锅里，摊开，煎至两面金黄即可，蒸汽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玉米粉只能爆面粉的 5% 左右，因为玉米粉没有韧性的，多了就会造成整个饼没有韧性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